那再来一个就是提醒作业，因为等一下如果我们路线有灯光比较灰暗的地方，我们的照明一定要开，好，那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那再来，我们。
那今天我看我们各位配备都没问题的哦，头灯、安全帽、反光背心，还有皮鞋。那我们聚鬼的时候，那个护目镜、安全围裙和相关的那个配备一定要带，然后还要注意那个不要火花不要被喷溅到。好，我就以上提醒几点，谢谢谢谢各位，各位辛苦了。
Thank you.
秘书室，我秘书室，我找不到，不好意思，秘书室很热，都是好。Thank you.
Okay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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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
明显的。好，收到。啊，吊挂头罩很重。好，那现在上面起来。在那边呢。再次没救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个局里面来的那个摄影的吗？就是翁慧萍没有来，你来的吗？你们有几个？我一个，就你一个，还有一个大象哥。Thank you.
刚签过了，签过了，我刚签过了。签哪里啊？不是这张，另外、啊、我是签这边的，这边。台南署应该是台南分局所。对，就是这边的行教的，就我们现在我就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拿到论文包？反正我没问题啊。你有没有拿到啦？没有。对呀、啊，你签的那个跟这个不一样的啦。你签在那个专案这边好了。哦，现在这边下面好了。好好。他叫你签名，没有拿东西给你，你还签？他那个是停校的啦。啊？他那个好像是什么老安的。啊，对了，老安为爱告知的。对，那是为爱告知的。好，你趁热吃。好，谢谢。
开车的真的假的？我们这边是有车的、啊。不管大还是小，对对对，住哪里、啊？江西啊。
对。